你好，我想办理一下提前还房贷，一次性结清，您帮我走一下手续，谢谢。给您，您先给这个单子给填一下吧。现在呀，这个银行额度啊，名额都比较满，您先给这个单填完了，回来走下流程。一俩多月吧，要不您看，俩月以后您再来吧。现在还没还这么难吗？是这样啊，因为我这个做生意可能会破产，想着留下这套房子提前还了，你帮我看看能不能提前还。这样呀，可是银行确实现在额度比较满，我这边帮你催一下吧。可是催下来也得差不多俩多月呢，要不我帮你定一下流程。那好吧，那你帮我开一个证明吧。证明？对。还给你开嘛证明啊？就是写着证明今天1月6号我过来银行还款，我是愿意优先还你们这个贷款，但是呢，你们这银行各种原因他不让我还，如果下个月我破产了，没有办法继续的还这房贷了，那你们这银行是不是也要负责任呢？因为并不是我不还呀。那你等会儿吧，我得找领导反映一下去了，没麻碰烦见您你这样啊，的。好嘞，麻烦您。跟我们领导沟通完了啊，给这个单子您给签了吧，那个签完了都能给你交手去了。哦，我看看啊，这上面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怎么还要付1个月违约金吗？咱们之前写的那个合同上不是写着满一年就没有必要再支付，就不用再支付这违约金吗？律师，你问题有点多了，我已经帮你加急处理了，领导这儿已经申请了，就收你1个月的违约金，这银行也没乱来，你有嘛不放心的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这提前还款，这人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这个清北，咱们就按合同就可以吗？还是我是不是得打一个12378的银保监呢？我到底问问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违约金呢？你觉着呢？那您等会儿吧，我得再跟领导申请一下去。好嘞，您受累啊。来吧，您给这个单子填一下吧，咱就能够直接正常还款了，那个也没有嘛违约金了。啊，直接签就可以了是对，吧？直接行，先给您办手续。好嘞，谢谢啊。